Bittersweet 呢，它呢和我们以往不太一样，它是比较偏抒情一类的，不过也是把我们想要告诉大家的话，想要表达的话给全都给展现出来了。现在一个无止境的迷宫，有倔强的心脏就有恃无恐。你还好吗？就是我们哥哥 Line 做的词，当初刚拿到这首歌的时候，其实就是觉得这首歌很感性，加上我们平常也是会有一些难过啊、伤心，还有也是很久没有回归了嘛，然后就是这些等等的情绪，然后我们把它加到一起写到这首歌里，然后呈现给大家这样一个感性的一个故事，就是Bittersweet。这次我们的服装就是会稍微复古一点的风格。高，你喜欢这次的歌吗？我是挺喜欢的，因为就是在比较困难的时候，就是像什么工作低落的时候，对，低落的时候可以听听我们这首歌，就是会在你耳边说一句嘿你还好吗，嘿你还好吗，挂掉电话前在生活当中，很多哥哥姐姐们在工作上或者是学习方面都会有很多压力，想起这种不开心的事情，在某一瞬间呢就会很容易崩溃。我们这首歌就是想能够给予你一点点鼓励，那么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我们这首歌呢，能够感受到我的力量，然后大家一起加油，一起努力。这首歌给我的一种感觉呢，就是问候大家的一种感觉。然后我里面最喜欢的歌词，就挂在电话前还说着 OK I'm fine 怎么了，非常的真实。是一种苦涩的回味，奇妙的滋味，格外的珍贵。一个拥抱和安慰 Alright, 一句问候让我不会累。每次当我感到力不从心的时候，用 one song one word one heart 点亮我整个宇宙。Oh oh, 看着你的眼睛说着 OK I'm fine, 怎么了，突然失控的情绪可以继续，彼此的陪伴让我不畏惧。Bittersweet, bittersweet, bittersweet, 都在我心里融化。